5岁班的小朋友们，大家好！今天我们来拿出华文作业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打开作业第十页，第十页。好，来，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，今天的日期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题目。好，来，我们读，他们应该睡哪一张床呢？连一连，所以你有看到两个图吗？一个是婴儿宝宝，一个是爸爸跟妈妈。对了，他们应该睡哪一张床？好，来，我们准备尺，因为他叫你们连一连。好，第一个宝宝的话，还是要睡哪里？哪里？哪一个宝宝的床？对了，下面，所以我们拿尺出来，我们画线。好，来第二个，爸爸妈妈睡哪一张床？对，大个的床，所以我们画上面。好了，来我们看下面的题目。好，来我们读一下，根据影子，所以这一边就是影子，把正确的图圈起来，所以我们准备铅笔，我们要圈起来。所以好，来拿出你们的铅笔。好，第一个灯，哪一个是暂住的灯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对了，第二个。来，我们拿铅笔出来圈。好，来我们看第二个图片。好，这个是灯泡，灯泡是在哪里？第一个还是第二个？对的，第一个，所以我们圈起来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床，睡床的床什么笔顺？好，来准备一点二横三撇四横五竖六撇七捺，所以床睡床的床有几画？七画。好，来准备下面灯。好，来准备一点，所以这个点是在右边的啊。点一点二撇三撇四点五横六竖勾，所以灯的话有几画？六画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写下面的生字。好，来第一个床，睡床的床。好，床第一画一点，对了，一点二横三撇四横五竖，中间竖下来六撇七捺，所以有几画？七画，好，再来一次，这一边空白的地方，好，来准备点，好，来一点，对了，二横三撇四横这一边五竖六撇七捺，所以总共有几画？七画，好，来我们圈这一个。七画，好，来我们看下面的生字。好，下面的生字什么？灯。好，灯第一画一什么？一点，对。二撇，对了。三撇，四点，五横，六竖勾，六竖勾。所以灯有几画？六画。好，来我们写空白的地方。好，来准备一点二撇三撇四点五横六竖勾，所以有几画灯？对了，六画。好，这一边六画，我们圈起来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打开书本第十一页，第十一页。好，来，我们写上今天的日期，
日期。好，来，我们看一下上面的题目。好，来，我们读，他们应该坐哪一张桌椅？把答案画勾。好，来，我们看，他们就是这一边，所以他们有几个人？几个人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所以有五个人。所以他讲他们应该用哪一张桌子跟椅子？所以五个人的话，两张椅子对吗？不对，所以这一个不用打勾。好，来看一下这边有几张椅子？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所以这边有五张椅子，跟这一边五个人对吗？对，好，来我们拿出铅笔出来。所以我们打勾第一个还是打勾第二个？对的，打勾第二个，来拿出铅笔，好，来我们打勾，好，来我们看下面的题目，好，来我们读，看图连字，他叫你看图片连生字，好，来我们看第一个生字，桌子的桌在哪里？对的，第二个，好，来我们拿出铅笔出来跟尺。来画线，好，来桌子的桌右边哪一个？第一个、第二个，对的，第二个。好，来我们画线。好，下面椅子的椅在哪里？对了，上面，剩下这一个上面的。然后右边的椅子的图，对了，在这里。好，画上去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来看桌的笔顺。好，来准备，一竖、二横、三竖、四横折、五横、六横、七横、八竖、九撇、十捺。桌子的桌有几画？十画。好，来我们看下面的乙。好，来准备，一横、二竖、三撇、四点。五横六撇七点八横九竖十横折11横12竖钩，所以椅子的椅有几画？12画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准备拿出铅笔来，我们写桌跟椅的生字。好，还记得桌子的桌的笔画吗？好，来，我们准备来一。竖、二、横、三、竖、四、横、折、五、横、六、横、七、横、八、竖、九、撇、十、捺。所以桌子的桌有几画？十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到这一个空白的地方。好，来准备一什么？一竖。好，来，我们竖下来，在中间，二横三竖在这边，四横折，五横六横七到这边横了，七横八竖在中间，九撇十捺。所以桌子的桌有几画？好，来，我们看这一边，十。画，所以我们圈起来十画。好，来我们接下去。好，来我们读椅子的椅。好，第一画什么？还记得吗？一横二竖三撇四点五横六撇七点八横。九竖十横折11横12竖钩，所以椅子的椅有几画？12画。好，来，我们来到这一边空白的地方。好，来准备你们的铅笔。好，来一什么？横，对了，在左边。二竖三撇四点。五横六撇七点八横九竖十
横折11横12竖勾，所以椅子的椅有几画？好，来我们看这一边，12画，所以我们圈起来。好，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上到这边，再见。